寻代王述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御用兼将人李伦等矣。内将的官欲言先有诏，文官不由臣不推举传起除授者，参送法司案制，今除用伦等不信前诏，不可给侍中吕献等皆论奏，欲意在书真，终不听。欲为人坦一量职，安息朝章，秉权数年，无爱增，亦不逊。毁誉，权政称平，自奉谭伯，两世贵盛，而家业萧然，父子病，以明德称。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赠太保，是文可。倪岳，字顺资，上元人。父谦，奉命祀北岳，母孟非医神。入仕，申月，遂以为名。迁中南京礼部尚书，是文熙。月，天顺八年进士。改述即事，受编修。陈化中，历仕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着礼部右侍郎，任职京言。弘治初，改左侍郎。越好学，文章敏捷，博宗经世之物。尚书耿玉方正，持大体，治理文制度律呆越而绝。六年，欲改吏部，越遂代为。PG 938。尚书赵赵国师领战卒于四川，越力谏，帝不从，给侍中下昂。御史张真等相继争之，事尽请。时营造诸王府，归至弘历、于永乐、宣德之旧。越请班陈氏，又以四方所报灾异，礼部于遂。中类奏律为据文，乃详赐其月日，博引经史真印，劝帝请讲。学开言路，宽富义，慎刑罚，处奸贪，尽忠直，太冗员停斋教，审营造，止滥赏，帝颇采纳焉。左侍郎徐琼与后家有连，谋待越。九年，南京吏部缺尚书，廷推琼。赵家越太子太保，往人之，而琼果待越。寻改越南京，兵部参赞机务，还待屠庸为吏部尚书，严爵请托，不逊名誉，权政称平。越状貌魁岸，风采严峻，善断大事，每吟亭句意，绝以篇言，闻者悦服。同列中最推逊马文深，然论事未尝苟同。前后臣请百余事，军国必正梯绝无疑。书出人多传录之。论西北用兵害游切，其略云：晋遂毛里孩、阿罗忽、贝罗出、加斯兰大为边患。改元河套之中，水草干肥，易于屯木，故贼凭据彼的拥众入掠。诸将怯懦，律应臣自守。苟或遇敌，折至错虑，寂寞赶折其前。风又不能邀其归路，敌进或重力，退无后忧，致兵锋不进，边患弥凝。命将卒真，四年三举，绝无寸功。或高卧而归，或安行已返。西归丹绝，悠游朝行，免薄于京，充任司事。且军旅一动，折报结因，赐予滥师，官至亲守，甚至妄杀平民，
钮称首级，敌未败北，则以奔遁为辞，公赏所家，非私家子弟，及全门私养，而十五之卒转向之名，则尾骨荒城，高血野草，天怒人怨，或几日生，非系故也。金银素豪冗切，刘正金师有恐未壮根本，故乃轻于出狱，用谢天威。临阵折奔，反堕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且言随边也，去金师远，宣府大同一边也，去金师近，必有门庭之誉。 PG 939。 此无必损之言，可乎？请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5000，大同出兵10000，并立以援延绥，而不虑其相去既远，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转移，马力疲于奔逸。夫声东击西者，贼寇之间太也。道虚披抗者，兵家之常策也。精锐既尽呼吸，老弱乃留于北。万一北或有进，而西未可离，首尾横绝，远近作困，岂可为得计哉？至于延绥士马屯集，粮糗不资，乃以山西、河南之名任非，除转速之意，徒步千里，夫运而七公，复晚而子和，道路愁怨，仅落空虚。幸而得志，数除百钱，斗速备职，不幸遇贼，深且必矣。他上贺云：书将不足则有清机，清机不足又有玉珍水。汉不可先知，封欠未能逆报，真如何其可遇也？又令明书除宿不官，而昧权贵私亲故者，或出空蝶以受苍宇无声何之入。至若书宿给言，则豪又请托律战虚名誉之，而伤骨费且被喜。官爵日清，严法日举，而边处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躺葬给边，遂为银数十万。山西、河南疏清积于边者，遂部下数十万。银日积而多则银一件，粟日散而少则粟一贵，而不知者，遂于养兵之中，欲养居之术，或以茶盐，或以银布，名为准折粮价，实则顷刻军需，故朝廷有米领之余，军士无果腹之乐，置兵马所经，力需应付，居贫，人日米一斗，马日除一束，追逐一日之见，或一二宝，或三四成，岂能俱给哉？而点守者巧为窃壤之谋，凡所经历稀有开之，往上行思，莫此为甚。即访御敌之策，则又论一分云：有未复受降之故险，守东甚之旧城，使深渊交接，犄角易至。夫欲复城河北，急需塞外屯兵，出孤远之军，涉荒漠之地，辎重为累，溃饷为艰，彼或超略于前，蹑袭于后，旷日持久，军时乏绝，进不得城，退不得归，一败而身危大损矣。又有未统十万之众，裹半月之粮，奋扬武威，扫荡枯穴，使河套一空，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 PG 940，以权取胜。孙
无知法，以逸待劳。今欲古勇前行，穷搜远极，臣为吕显，寄万一之信。银粮远随，则众不及事；提兵深入，则孤不可援。且其间地方千里，无陈郭之居，伪姬之首，彼或往来，迁徙罢我持区，我则勤建市区，为敌所困，既失作胜之机，必倒覆没之辙。其罪无策者，又欲弃言随务守，使兵民袭间，不知一民耻土皆受之祖宗，不可乎也。相师东胜，故今日之害，萃于言随，而观闪震动。今弃言随，则他日之害终于观闪，而今失震动，贼越进而祸越大矣。因臣众将权，增城堡，广斥后，募民壮，去客兵，明赏罚。言间谍，食屯田，复边曹数事，食兵不方主用兵，不能尽用也。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赠少保，是文义，名是父子官。翰林，据世文，字乐史。敏归，字朝英，乌程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御史。出暗河南，以封立文。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迁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道，律强宗家仆归请，或道连坐其主，法司亦从之。引之被谋之理咨审，取中旨则归，不能米道，左迁广西按察使。孝宗四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入为刑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与总兵官毛瑞讨古田同副总兵。马俊、参议马炫自临桂深入，败死，军遂退。赵廷凤讨贼归，复进兵，连破七寨，他贼悉救俘。弘治七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寻召为左都御史。十一年冬，公出阁，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为刑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以灾异与都御史戴山共成十镇八事，又成刑狱四事，多报可归九为法官，亦欲皆会请比率，归于人数。宣抚邀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信千户黄真言，株连数十家，未到明江。 PG 941引北寇攻宣抚，即逮讯无厌，归乃只做道明一人于西的事，而抵真罪，聪亦下狱贬官。帝之轻居无一贯也，将至大辟，归进曰：“一贯推案不实，罪当徒。”帝不允，归直如初。帝怒，戴山从旁解之。帝乃继威，令更拟。归终以原拟上，帝不悦。诏与刘大夏对曰：“行官执法乃其职，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正义之归，老臣不义的，但此事太直耳，促如归义。”正德元年六月，已年逾七十，在书求退，不允。即刘瑾用事，九卿服却故谏，韩文被斥，归复连章起修。明年二月，诏加少保。
四敕持船归。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赠太保，侍庄议。从孙儒陵，南京礼部尚书。儒陵曾孙弘学，吏部尚书。弘学从弟孟的，兵部荣镇尚书。他为数僚者富庶人。岱山，字廷真，浮梁人。富憨，游乡举官嘉兴教授，有学行。妇人数倍遣其奴子入学，憨不可。会上官强之，执月间。建武，作他事去。山右士学，天顺末，与刘大夏同举进士。久之，擢御史。都南畿学政。成化十四年迁陕西副使，任都学政。政升律教。世皆爱慕之。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中任布协医。土务。弘治二年，以王树建擢右副都御史，府治云阳。蜀道也王。刚刘节竹山、平利。山河川、陕滨、其副使朱汉等讨秦其魁。余皆以协从论，权活甚重。入吏刑部左右侍郎，与尚书何乔、新、彭韶共事。晋府宁化王忠秉音乐不孝，堪不得时，在遣山等堪之，遂夺爵禁锢。晋南京刑部尚书。久之，召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山连界不苟合。给事中吴顺、王盖自一见。处连书抵吏部尚书马文生，并言山纵妻子纳贿。山等起罢。帝未留之。御史冯允中等言文生、山历世类朝，清德素者。PG 942。不可因服辞废祭典。乃下顺盖诏谕，命文生、山即举察事。山等言两人逆祭当处，故先和臣等。今处之，彼必曰是邪？斯也。苟必不处，则复委任，而使诈宣者得志。帝命上两人。事祭皆处之。以刘建等因召对，立言盖罪轻，宜调用。帝方向用文生、山，促不纳。帝晚年召对大臣，山与大夏造西宴见游数。一日，与大夏侍坐。帝曰：“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如二亲者，虽日见。”客河海秀出白金赖之曰：“少左而怜，且属勿停歇。”曰：“恐为他人计也。”山以老疾数求退，折忧诏免留，遣医。四时，未遇有家。山感激气下，私与大夏曰：“山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供同年好友，何习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后大夏宴对毕，帝问山病状，言山实病，启敏连听其归。帝曰：“彼属轻言耶？主人留客间，客则强留，山独不能为正留耶？且朕以天下事父亲辈，由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归？”大夏出以告山，山泣曰：“臣死事官矣。”帝既崩，山以新君四位不忍言去，立即逝世。即坐，遂促赠太子太保。
是公简。赞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矣哉！公简自赤而名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树、何乔兴、彭韶等为妻卿常相与，为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代比龙开元，庆历盛时矣。乔兴、韶虽未究其用，而望着朝也。史称宋仁宗时，国未尝无弼幸，而不足以类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慎善类之器。孝宗出政，亦略似之。不然，臣宪宗之际，而欲使政不旁挠，财无浪费，资培元气，中外亦安，岂亦言哉？ PG 943列传第72。周鸿模扬守臣弟守指子茂元茂人张元贞陈英复汉张生吴宽复归刘春吴衍顾清刘瑞。周鸿模字尧弼，长应人，正统十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博闻强记，善文辞，熟国朝典故，喜谈经济。景泰元年，书劝帝清经言，勤听政，因臣食物十二事，在迁侍读。天顺二年，长南院侍。宪宗嗣位，复臣食物，言人君宝。国之道有三，曰立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立圣学之目仪，曰振兴；修内治之目侮，曰求真才，去不孝，精忠良，罢冗职，续漕运。攘外侮之目六，曰选将帅，练士卒，讲惩罚，制兵器，足溃响，进边陲，帝加纳焉。成化改元，廷议讨四川山都长蛮，鸿模上方略六世，赵复军率行之。进学士，寻为南京祭酒，上言南间有红板仓二十间，高皇后姬素以养奸身妻奴者，宜修复。帝允行之。母丧服阙，改北监。十一年，严世封交福，请赴洪武中学归。帝加纳，命礼部榜御，崇信薄费怀入监洗礼，久不至。鸿模合之，夺冠带。已如今复监，廷遂录之半，学政肃然。先圣相用免留十二，而武艺斗边数不称，鸿模请备天子制。又言古者名求琴瑟为堂上之乐，身拥著与为堂下之乐，而干羽则舞于两阶。今舞羽居上，乐器居下，非古制，当改。尚书邹干伯指之，鸿模在书真，帝敬于其意。千里部右侍郎，久之转左，以蔡传所事玄机遇恒。 PG 944后人尊用其志，考验多不合，以改制，帝即属鸿模。鸿模亦已暮，旬日而就。十七年进尚书，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兴变，有所调奏，帝多采纳。弘治元年四月，天寿山震雷风雹，楼殿瓦受多毁。鸿模复力劝修审，帝深纳之。鸿模精装寡合，与万安同乡，安居政府，识破与之善。治世言官先后论奏，治世归
又三年卒，年七十二，是文安。弘摩常言，世人出世，或去乡数千里，既昧土俗，亦服人情，不若就近选除。王府官终身不迁，乖族制，当稍变更。都长蛮及白罗罗一子数判，宜特设长官司，就则其人人之数无后患。将末，由上安中国，定四议时事，其好见白如此。杨守诚，字维新，营人，祖范，有学行，常会守诚以经思实践之学。举景泰二年进士，改数籍士，受编修成化初，充经演讲官、进士讲。英宗实录，臣迁徙马寻进士讲学士。同修宋元通见纲目，母忧服阙，起故官。孝宗出阁，为东宫讲官。时编文华大训，是设宦官者皆不录，守臣以为非，被列其善恶得失。书臣尽少沾事。孝宗嗣位，公僚悉迁至，执政拟守臣南京吏部右侍郎，弟举笔去南京，字左右言刘宣见为右侍郎，弟乃改宣左，而以守臣代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改元正月，上书曰：孟子言，我非尧舜之道不敢臣于王前，夫尧舜之道何道？书曰：人心为唯，道心为唯，唯精为一，允直绝中。此尧舜之得于内者身，而为出治之本也。寻四月，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尧舜之资于外者薄，而为治治之刚也。臣习舔公僚，服笃陛下朗读经书，未尝秦瑞问以究圣贤傲旨，如臣略陈训诂，未尝尽详说以及帝王要道，是陛下的愚内者位。 PG 945。 深夜，今世朝所接见者，大臣之风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状，小臣远臣之才行，何由时退朝所批阅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诸司之典则，群吏之情弊，何由见宫中所听信者，内臣之语言而已，百官之正义，万姓之繁言，何由闻恐陛下资于外者未薄也。愿尊祖宗旧制，开大小经言，日在御朝，待经言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言，必则端方博雅之臣，更翻进讲。凡所谓明，则次亲问。凡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正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讲之明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弊。若服前朝经籍，祖宗典训，百官章奏，皆当住文华殿后，陛下退朝批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一则巡必动息而后已。一日之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甘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阵不惑，得于内者身而出治之本利矣。五朝则欲文华门，大臣台谏更翻世职，是以据书者用揭帖，略解口奏。
陛下详问而才觉之。在外闻武官来进，比条列地方事，口称大要，付诸司平议。其必辞赴任者，随其职任而借谕之。有大政，则谕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勿相推避。不当则许言官博政。其他具书进者，召阁臣面议可否，然后批答。而于奏事，此朝诸臣必降辞色，详寻博访，勿结下情，使贤才常皆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和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则资于外者博而智，智之刚举矣。若如今言，常朝只寻故师，凡百章奏皆赴内臣调旨批答。臣恐积弊未革，后患滋生。且今积弊不可胜数，官先廉耻之风，是多福晋之习，教化临沂，行进持械，俗耻而才资乏，民困而道日繁。列位之城池不修，诸郡之仓库先机，甲兵朽钝，行伍空虚，将骄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习战，疑惑有尽，何以御之？此臣所以朝夕忧思，致祸废寝忘食者也。 PG 946。 帝身加纳，后果复五朝，召大臣面议政事，皆自守臣发之。寻以使事繁，岂解不误？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专事使管。二年卒，是文义赠礼部尚书。帝授旨，子茂元，茂仁。授旨，字为立。成化初，乡试第一，入国学。祭酒行让下狱，律六管生服却送冤。十四年，进士及第，受编修。至满，故使无迁留兜者，会从兄守随为礼资。沈所逐，欲并逐守旨，乃以为南京侍读。弘治初，诏修《宪宗实录》，执经言，在迁侍讲学士，给侍中庞叛等以旧之州刘训西下狱，吏部尚书屠庸奏遣他官舍之。守旨遗书及抵庸师。十年大祭京官，守旨使掌院事言。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傲俱当厅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竟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退而听考，又当后阶下。我朝优甲学士庆臣试验，班四品上，车驾临庸，坐仪轮堂内，是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予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则述，称否在圣见，有不待考察者，诏可。学士不予考察，自守指示。修会典，充副总裁，寻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常属兵部，陈时弼武士。改属国子监，考记入都，会典由魏臣人留为总裁。侍郡迁左侍郎还任，进二至武宗立隐年起修，不待报进归，召加尚书致仕。刘瑾乱政，夺其家官，瑾败乃复，久之卒。守旨博及群书，师事兄守臣，学行相列，其为解元，
学士、侍郎皆与兄同。右队长两京翰林院人尤彦称之。守陈卒，守至为魏哭殿者三年。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初为湖广副使，改山东。弘治七年，和爵章丘、赵都御史刘大。下至之，复遣中官李兴、平江伯陈瑞继往。兴微虐，直辱按察使。茂元设司事，奏言治和之意，官多而则不专。有司公。PG 947。亦日费百金。诸臣出济河，天色阴晦，薄不能燃。所焚之余，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观者骇异。鬼神是怪，夫起偶然。起赵还兴、瑞等专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阴相，今后七家威权太盛，假名姓似贪暴者不可胜数，请加进房以消变异。化工议事宜息放遣。山东既有内城镇守，复令李全镇临清宜撤骸输入，下山东府按刊奏言焚薄之意，臣有之。所奏公义多过其实。于是兴、瑞、连章和茂元望、赵遣锦衣百户胡节逮之。父老遮道素节起淮阳副使，即必见茂元长贵不服，帝怒，置之诏狱。节便扣中官，被言父老诉冤状，中官多感动。会言者交论旧，不拟赎杖还职，特折长沙同之写并归。久之，起安庆知府，迁广西左参政。正德四年，刘景潜御史孙迪教刊前古，所会不语。景又恶茂元从父守随，遂乐至。是景珠起官江西，寻迁云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改立南京都察院、中刑部右侍郎。茂仁，字志道，成化末进士，历刑部郎中、辽东镇守中官。梁嗣被和，写给侍中往案，进发其罪。中四川按察使张元贞，字廷祥，南昌人。五岁能诗，宁晋王召见，命名元贞。巡抚韩雍器之曰：“人瑞也，乃亦元贞。”举天顺四年进是改数即事，受编修。宪宗嗣位，书请行三年丧，不审。其年五月，书成三事：一、请讲学，愿不废寒暑，所讲必切于修德为治之时，不必以乱亡纪处为讳。讲退，更凝神敬畏，验之于身心正化。讲官，令大臣公举刚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职大小。一、公听政。请日御文华殿，午前进讲，午后听政。天下章奏，命诸臣详议面臣。可否陛下亲临决其是非？侠则召五品以下官，随意问以时事的失利病，令下情得以必答。一、广用贤，请命给侍中、御史各臣两京堂上官衔否？如有不敬，
亦许在今五品官职称之矣。 PG 948为进退。又令共谏有德望者以待所去之位，则大臣皆得其人。于是命之各言其所属及方面郡县官之贤否，赴内阁吏部深处之中外群臣，有刚正改言者，举为台谏，不必论其言貌、官职、出身。但不以委之堂上官，恐惮其刚方而见柔媚者以充数，所举之人感其推荐，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举台荐输入，以言多至爱难行，请之。欲修因宗实录与执政亦不合，隐疾家居，讲求性命之学。月二十年，中外交见皆不复。弘治初，诏修宪宗实录，敬左赞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为心，非大有为之主也。陛下欲得清功，以复大有为之望，尔者颇重一端，必尽习以古慈心，直获利，丹完好，以荒慈心，开性门，塞言路，以昧此心，则不能大有为矣。愿定圣智，宜圣学，广圣智。书反复类万言，帝颇纳之。十陆陈迁南京市讲学士，以养母归。久之，召为会典副总裁。至则进学士，充经言日讲官，帝甚倾向。元贞体清越，常不于中人，帝特设低机听之。数月，以母忧去，夫却迁南京太常卿。以修通鉴纂要，复召为副总裁，以故官兼学士，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得意境，元贞因请蒋言增讲太极图通书，西明诸书，帝即取官之，喜曰：天生斯人，以开正也。欲待用之，未及宴驾。武宗立着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东阁，专点告敕。元贞素有甚欲，临居久，晚乃复出。管阁诸人悉后辈，见元贞言论异态，以为迂阔，多讪笑之。又名未相札，遂腾谤议，言官骄张。何元贞？元贞七书起修，留建立保持之。见去，元贞亦促天起初追谥文玉陈英，字师照，莆田人，天顺末进士，改戍即仕，受编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灾议陈时政言讲学莫先于好问陛下。 PG 949虽兼欲经言，然是分言绝，上有一位常问，下有见不敢成。愿引如臣次作辩殿，从容资论，养发甚聪。异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罢遣。张下礼部。月数日，又奏国家仰视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治世尚书李炳在即修撰罗伦，编修张元贞，新会举人陈宪章皆当事人望仪赵海炳等，而至宪章台谏言官多缄默，愿赵海判官王辉平是张茂等，
以开言路。五指切责。司礼太监皇次母死，廷臣皆往调，翰林不往。是蒋徐琼谋。于众因大怒曰：天子是从臣，相虑败内庶之事，若卿议和。琼愧举。至满，进士蒋。汪直党为因叶帅罗簇入兵部郎中杨氏。韦家副侍卫考略及其妻子。因与比邻，陈雍大呼曰：尔善辱朝臣，不畏国法耶？其人曰：尔何人，不畏西厂？因厉声曰：我翰林陈英也。久之，迁南京太常少卿。刘吉父丧其父，因遗书劝其故辞，即不悦。后吏部拟用因，即折祖之曰：辅儒已故十年不得调。常与守备中官甄氏为所合，是促得职。弘治五年，即罢，使进本四卿。越二年卒。因父经术，事多由其门者。然性健忘，是故所谢事皆不解。事多以不会事父之以为孝，然不尽时也。父汉，字曰川，新玉人。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及士，除检讨。是学强记，善诗文。在迁左御德，执蒋东宫。孝宗四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读，历礼部左右侍郎。寻令兼学士入东阁。专点告敕，兼掌詹事服侍。弘治十三年，代徐琼为礼部尚书。保定县白雀，书敕之。陕西巡抚熊冲以户县民所得玉玺来献，以为秦玺复出也。汉律同列言：秦玺完毁，拒载检测。今所进玺，形色转扭皆不类，盖后人访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玺，太祖置六玺，列圣乡。臣百三十余载，天修资质，受命之福不在秦玺名矣。请孤葬。PG 950。内府。帝视其言，褒赏的玺者。京师兴变，地震、雨雹，四方多变异。汉条上君民所不变，近者请公行节俭以先天下。光禄寺不行户物价至四万余两。汉言由公义之滥，愿敦简素，比冗费不深。所条奏律复正义。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是文穆。张生，字启昭，南陈人。成化五年进士第一。受修撰立玉德。弘治改元，迁庶子。大学士刘吉当国，身因天变，书言陛下即位，言者虑。以万安刘吉引直为言安，直被斥，即独存。即乃亲生阿宁取越言官，昏目款门，其免纠合，许以超迁。由是见官监口监记史岁。贵七万玺一平公壶，凶宴赤章，及与帝英。即玺下玉，尤为饮酒。父存则一居各窜，父没则夺秦其官。谈笑对客，无负其荣。甚纳宴机，自为淫毒。且隶属其纳会总子等十罪，即奋甚封科道和身屋底，调南京工部员外郎。即
罢，复故官，历礼部左右侍郎。十五年，代复汉为尚书。孝宗崩，真人陈胤伊顿、西番灌顶大国师那布兼参等已服。除，律其徒入甘清宫，申请治之法。赵铎真人、国师、高士等三十余人名号，逐之。生在不五年，遇灾疫，辄进直言。艺术为言者所攻，然自守谨事。武宗西游代政，给事中胡玉、杨义英、张惠皆以为言。张下礼部，申因尚书，请清闲远佞，克景天界。帝视之而不能用。申遂连书起修，不允。正德二年，请辅正国将军陈教请袭封宝安王，申执不可。武刘瑾谢。